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奇用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关心家长殷切期盼的 BNT 辉瑞儿童疫苗，昨天基隆分配到5500剂，5月27号将再收到3500剂。基隆市政府在回收家长意愿调查表之后，宣布将从5月30号起施打第一剂辉瑞儿童疫苗，以及12岁以上的第三剂追加剂疫苗。对于家长关切的 BNT 辉瑞儿童疫苗施打进度，基隆市长林佑昌宣布，基隆市5月24号及5月27号共分配到9000剂，5月30号起将先从五轮国小开打，12岁到18岁的国高中追加剂第三剂 BNT 疫苗则是在5月25号到货，共4410剂，也规划从5月30号起由安乐高中率先开打。那我们基隆市这一梯次是分配到550坪，是5500人剂啊。那会在这个五月底啊，大概是5月27号的时候会有第二批哈。那第二批的部分大概是3500剂啊左右。那我们现在已经规划在5月30号在学校里面开始为我们的小朋友来进行集中的一个施打。那首先的一个学校是五仁国小以及安乐高中哦。那因为这一次我们要进行的 BNT 的儿童疫苗施打是包括5到11岁的儿童的第一剂，那以及包括12到18岁的学生的追加剂，也就是第三剂的这个疫苗的一个施打哈。那这一部分全部都会在校园里面来集中进行，好，这最主要也是为了这个孩童们施打疫苗的一个安全，好，避免去这个有这个误打或者是重复施打的这种状况。至于学龄前儿童部分，基隆市政府也已经规划有10家专责诊所，从5月30号起接受预约接种。学龄前的小朋友呢，我们也是规划在5月30号来进行开打。那目前有10家的基隆的这些诊所能够开放这个预约的这个时段然后来帮我们的学龄前的小朋友来进行疫苗的施打。根据基隆市政府方面的统计，5月4号起在各国小开打的莫德纳疫苗，到目前为止全市国小学童约30%完成接种，期盼辉瑞儿童疫苗加入能提升家长同意幼童施打疫苗的比例，有效强化儿童保护力，降低儿童染疫后出现中重症的发生几率。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迎接防疫新生活，基隆市政府推出了线上平台贩售海派基隆食旅券来行销基隆，消费者透过线上购买取得凭证，再到店家扫描 QR Code 即可取货。城市博览会期间，海派基隆食旅券更推出了5折的优惠活动，限量5000套，邀请民众在城博会期间来享好康，体验丰富多元的港都基隆。店家手机开启视窗扫描消费者的 QR Code 即完成交易，这是基隆市政府新推出的海派基隆食旅券，消费者只要透过海派浪漫购虾品线上平台及店家行动支付即可购买，希望提供民众零接触的旅游消费新选择。
基隆市一直在推动关于这个这个智慧观光的事情，那我们希望整个这个可以以线上支付的这个平台来促进商机哦，尤其现在是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推动零接触的这样的一个商机，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的海派浪漫Go Shopping的这个观光平台就一直积极的接触我们基隆市的一些店家，那我们这些店家呢也积极的参与我们这个平台哦，在协助行销基隆的同时还能达到防疫效果，让这家基隆知名伴手礼业者直夸是三赢的做法，让在地的商家有一些能够有一些在疫情当中不景气当中有能够增加一些收入，所以他办了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对消费者来讲或对我们店家来讲有个好处，就是因为电子化的关系，所以我们不用接触，比如说你可能手机拿出来，那我们也用手机直接隔空扫描，那就等于是不用拿去实体的钞票出来啊，我们找给你的钱也不用再消喷酒精一次，对啊，你们给我们的钱我们也不用再喷一次。那我觉得现在在疫情最严峻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一个很好保护彼此的方式。这项海派基隆十旅券，除了平日有九折优惠外，配合即将在6月10号登场的基隆城市博览会，在10天的活动期间，还将推出超好康的五折优惠，限量5000套。参加民众还有机会抽中大奖，也就是你在城博期间呢，100元的这样的一个商券呢，我只要花50元就会买得到。那这个当然有限量哦，总共是5000套。但是在城博期间呢，如果你来购买这个这个优惠的实体券的话，那就有机会来参加海派浪漫刮刮乐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你就有机会这个刮到大奖。除了超值海派基隆十旅券外，基隆市政府也结合旅行业、旅宿业、观光特色店家、台湾高铁、观光巴士及夏日海洋号，推出一系列优惠的基隆主题游程，邀请民众做好防疫，来趟多元丰富的基隆之旅。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在疫情之下，诈骗集团也利用防疫保单来向被害人诈骗。基隆就有民众接到电话，指他被人冒用身份盗领防疫保险金，要求配合办案，并交付200万元财物给假警警，最后他才发现是被骗上当了。全国疫情延烧，但诈骗集团可没休息。除了惯用假检警方式之外，话术更是跟着时事走。诈骗集团会假冒保险公司及检警机关，利用话术来要求被害人配合调查。最近流行的疫情的那个议题，来当作新的一个诈骗的手法，但是本质上还是属于假检警，所以民众就不宜有他。检察官就告知民众说，如果不要让名下的财产遭到冻结，那就需要支付一笔类似保证金的东西，这样他才可以就是继续使用他名下的财产，所以民众就不宜有他，就支付了相关的款项，就是以面交以及汇款的方式，损失了近200万元。基隆一名被害人4月份接到假检警电话，陆续交付了200多万元现金，最后才惊觉遭到诈骗。而根据警察局统计资料，疫情期间诈欺案件发生数比3月份成长了9%。虽然诈骗都是传统手法，但话术不断的推陈出新。最近疫情升温，遭到隔离以及确诊已经隔离的民众越来越多，那可能民众还没有去有确诊或是隔离，那还没有去领保险金，那就已经接到电话说，我们有收到您的那个保险金的理赔申请，那民众就会可能就会因此惊慌，然后就相信了诈骗集团的话术。那我们也呼吁民众说，接到任何可疑的电话，一定要再三的查证，先挂断，不要轻信对方的任何的话术，先向比如说亲友或者是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而防疫期间，警察局为了提升民众防止诈骗的观念，推出了线上抽奖活动。民众只要上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粉丝专页按赞分享并留言，就有机会抽到行动电源。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为了要协助七堵区长兴国小大门口的景观改造以及发展生态教育，基隆市议员杨秀玉特地争取了130万元的经费，帮助长兴国小整建大门口环境植栽绿美化，设置生态鱼池，并在校内设置植栽教室，让学童寓教于乐。
木质景观座椅围绕着生态鱼池，不但方便家长们接送孩子时可以坐着休息，也可以让孩子们了解生态的重要性。搭配宫灯造型的景观灯，成为开放式的大门景观区，也成为附近居民的小小公园区。七堵长兴国小校长郑兆斌陪同市议员杨秀玉参观大门口整建之后的造景成果，另外也带领议员进入校园内重新整建设置完成的植栽教室，以种植仙人掌等多肉植物为主，希望让学童们可以寓教于乐。其实易作的理念非常的好，他不是只是把东西修好而已，他希望这个修好以后能够运用跟有教育意义，所以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在走。那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这个柱子有点锈蚀，想说只是改进，后来易作有说这样子是对教育来讲没有很大意义，所以他就投注更多的经费，所以我们就把它整个营造出一个温态的一个温室的一个那个多肉植物的一个培养区。那包括前面的部分，我们前面其实有之前有一些家长接送区可以坐在那边的椅子，后来因为坏掉了，后来我们想说就整个把它串在一起来营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我觉得在整个规划上那整个一个执行上也谢谢我们学校主任，那最重要还是我们议员的我们议座的一个高瞻远虑哈，他其实不是只叫你做好而已，他是希望有更多的教育跟学生的使用这样部分。看到整建后的成果，市议员杨秀玉认为，争取130万元经费协助长兴国小提升校园景观以及发展生态教育，非常欣慰。就是校长跟我争取经费哈，就是针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室内植栽，还有我们所谓的这些环境改善，哦，这个整个就是环境这个部分哈，来跟我争取经费哦。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大自然植物是有生命的。那我们知道说，校长他对这个学童不是只有是科学这方面的教育，科学与这个大自然的一个结合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希望说，借由我们校长的一个他的一个发想哈，对这个植物的一个重视哈，所以谢谢你啊，那所以我这个经费上我一定是予以支持。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校园外的这个学童的接送区，那也是结合我们社区哦，结合社区说左邻右舍一些乡亲可以在那边休憩。所以这是谢谢校长。在植栽教室里面还特地设置玻璃墙，当成老师讲解植物时的黑板，也可以成为学童们的涂鸦墙，任意画下各式各样的植物，或是写下观察植物后的心得，提升学童的学习兴趣，让校方由衷感谢杨秀玉对教育的重视和关心。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我觉得怎么讲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我说只能这样了，不能这样啊。那就换中加宽屏吧。中加宽屏国际认证用户实测，双料网速第一，全家标网畅快有感，一支只要999再送 WiFi 神器，现在就办中加宽屏。来，赶快吃饭喽！妈，谢谢你每天都为我们做这么多哦。嘴巴忽然这么甜，是不是想要什么啊？我今年初刚买房，但最近好忙，没时间缴房屋税怎么办？这么简单的事有什么好烦恼的？现在缴税非常轻松，就算不出门也可以，只要下载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业者的 APP， 扫描税单 QR code 就能快速完成缴纳，还有这些管道都可以任意选择，管道便捷超有感，轻松缴纳好放心。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包括了元宵节义文活动、文昌君圣诞、观世音菩萨圣诞、浴佛节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总是不遗余力的认真规划，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近年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期许有线电视扩大在地新闻服务，透过不同的面向发挥优势，提供最在地的地方新闻资讯。因此，中嘉集团整合旗下11家有线电视系统，串联基隆到高雄，从台湾头到台湾尾的所有自制新闻，设立中嘉新闻网，提供有别于全国性新闻、全省最在地观点的地方新闻，让民众可以透过网络平台看到全台最多最大的地方新闻网。中嘉宽频联制处资深协理徐雪玲表示，有线电视台深耕地方采访角度，相较于全国性的新闻频道更贴近在地观点，深入邻里社区。只要是人们在意的讯息，就算是修剪路树、善心助人、美食小吃、文化艺术等等，都可以透过地方记者的镜头和麦克风传递，不但上档地方的电视新闻，更上架中嘉新闻网。以前受区域限制的在地电视媒体串联整合，再透过无远弗届的网络传播，让新闻的阅听选择更多样化。NCC 这几年对于有线电视的地方服务有很大的期许哦。那中嘉集团在这次呢，也特别整合了全省在地的电视新闻，推出了中嘉新闻网。那这个网站呢，我们串联台湾头到台湾尾，从基隆到高雄，我们报道最在地的新闻，有别于全国性，我们的新闻内容是有关邻里巷弄，大家生活周遭最关心的大小事。中嘉新闻网在首页规划上设计了各项便利的分类标签，方便找到相关的新闻。特别的是，其中还设置了媒体试读专区。徐雪玲表示，中嘉集团有鉴于社群媒体兴起后造成的各种假讯息四处流窜的乱象，不断在各地深入社区举办媒体试读的公益活动，更制作系列新闻报道，教民众如何分辨正确的资讯。基于媒体社会公益责任，我们特别在中嘉新闻网开辟了媒体试读的专区。那在这个媒体试读的专区里，大家可以教导大家如何辨别假新闻，还有就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真的有图不一定有真相，所以呢，媒体素养的提升、教育都必须全面性的向下扎根，所以我们才特别推出了这个媒体试读的专区。另外，在中嘉新闻网中，中嘉集团也规划露出旗下有线电视的优良自制节目，像是吉隆制作的民意交响曲，以及港都庆年的高雄现场节目，就是邀请民意代表和官员共同讨论民众关心的重大议题。而新市坡和嘉禾所制播的新北后收宅节目，则是从地方人文角度出发，关心同样在这一块土地上认真生活的本国人和新住民。而桃园北建企划的遇见陶乐斯节目，则是介绍默默守护桃园的无名英雄。另外，台南的三冠王双子星的府城人故事，带领观众找寻台南具有故事性的人事物，由受访者现身说法，分享生命精彩故事。徐雪玲说，自制节目不仅是符合在地媒体的直播要求，同时也是满足服务在地民众，而未来也会持续增加各种不同的地方节目，提供更丰富的内容。中嘉宽频集团希望借由中嘉新闻网的设立，提供更全面性、更优质的服务，并且尽一份地方媒体的社会责任，让好声音、好故事能够成为一个善的循环，结合所有在地的影像被所有人看见。记者赵世渊综合报道。第一个会有一个夹链带，然后会有一个四季，好，这个是封起来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等一下可以戳鼻子的，好，前面有一个这个棉花，另外还有这个试剂，还有一个盖子哦。那这个是你会拿到的东西。那不过我有一个小撇步哦，可以介绍给大家，就是我还会准备一个这个夹子哦，然后另外把这一个
便利贴也都可以，然后把它做夹这样子。那这个什么用呢？你夹这样子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试剂哈，把它先放在这个地方，好，让它固定住。好，那如果你不清楚，你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爱心筛检的咨询专线，2425-1560或者2425-1570或者2425-1580哈，那会有专人来跟大家来解说跟服务。好，那我接下来就跟大家示范怎么做。在家里面怎么做这个快筛，以后可以强化我们自主健康监测的一个能力。打开，然后这个是塑胶的棒子的尾巴，然后 棉花在前面，要记得拿起来都不要碰到它。然后两边的鼻子你把它伸进去大概 2.5 公分，然后大概这个把它稍微这个动一下，好，然后就把这个里面有液体的这个试剂，然后把你的这个采样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搅这个搅一分钟，好，我们把它一分钟时间到了，我们把它拿起来。然后接下来，因为这个棉花棒会有沾到这个试剂嘛，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做这个筛检的动作，哈，就把这个已经弄好的这个试剂，把它放在这个圆圆的这个地方，好，椭圆形的地方。那我们要滴，不要超过5滴，好，大概3滴到4滴就可以了。等这个试剂跑15分钟，好，这边有一个 C， 有一个 T， 好。那我们看到我的检验的结果是阴性，好，就是 C 这边表示已经做完了，好，那如果这个你是在 T 这边也有一条线，那这就表示快筛这个阳性。如果你是快筛阳性，那这个地方会有两条线，那你也不用紧张。那这个同时呢，你也把你的这个试片把它放到这个夹链袋里面，好，放到夹链袋里面，然后把它封好，好，封好之后打我们的24小时快筛阳性通报的电话，2456-5861，2456-5861。那打了电话之后，我们的这个卫生局的同仁就会安排防疫的这个计程车，然后你把这一个做好的这个试剂你要带着，好，然后把你的健保卡也带着，然后到我们的 PCR 的一个筛检站，会安排你做 PCR 的一个采检。那由于我们这个专案呢，这个防疫计程车是免费的，好，所以快筛的一个使用其实非常的一个简单跟方便。我相信每个人只要操作过一次，其实在家里都可以自己做。所以也把这个怎么样做快筛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参与我们的计划，然后把自主的健康监测的能力把它提升。那希望我们的疫情能够正常化，然后能够早日的去过正常的一个生活。好，谢谢大家。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另外，我们也与 FM 轻松电台 96.9 联合直播，欢迎准时收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
怎么叫？有追剧又视讯，网速只能降喽。不能降，那就快换中加宽频吧。中加宽频国际认证，用户实测，双料网速第一，全家标网畅快有感。一 G 只要999，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现在就办中加宽频。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 LINE 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 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LINE 讯息查证，加入 LINE 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 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加入好友，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买 GoPen 同样加入 LINE 好友，当您收到不明消息，直接转贴到买 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也可点选橘色按钮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不转发，多查证。散播假讯息不仅会罚钱，还可能触犯刑责，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 LINE 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